这个行车的速度是蛮快的，那大概下去的时候已经离这个岸边一段距离。性别年纪大概多少？逆者是年纪大概是50岁左右，男性。男性。啊，身份还不清楚。身份不详，那后续要等车子上来之后才做确认。好，对啊。哎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这边吗？加油！接下来，接下来比较重。直接就往下走，他有民众发现，然后就直接将交通人员给他上来，目前是欧卡还有送的。那其余是否还有人吗？目前已经有在联系吊车业者，然后把车子吊起来，我在做确认。